来向八个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的长辈们以精神抖擞的健康操，未来一乡乡运揭开序幕。运动员创意进场，有五个国小打头阵，他们用舞蹈结合各校特色，包含音乐、跆拳、拳击、足球，五校接连演出不间断，相当精彩。接着七个村的表演也不遑多让，不止人数众多，活力不输小学生，有复古风、迁移史，还有狩猎犬宣誓，展现来一乡丰富多元的魅力。来一乡真的很奋斗，很奋斗，你们的表演真的很精彩，很精彩，我们看的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刚刚我看到了我们校长们带着我们孩子天真可爱的笑容在前面的表演，我们看到了下一代的竞争力。最主要是要提倡我们全民的运动啊，不管是小朋友啊，一直到我们老人关怀站，我们的长者，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天呢都保持一个非常快乐啊，都能够啊运动。善用台湾风格，走出乡运特色，来一乡借由乡运提倡健康运动，展现文化精神，最重要是彼此团结共好。原喜文巴朗，屏东来意，抢不到。